朋友大家好，哎，这个马来西亚六十多岁了啊，那么这个大马的这个大马的这个有关当局呢，这个政府那边呢，他们一直以来呢有一个坏习惯呢，六十多年了都没有好啊，这个六十多年呢最少经历三代人啊，这个毛病到现在依然还有在啊，啊，这个毛病呢就叫做虎头蛇尾啊，啊，前面是老虎啊，啊，哈利马马来亚，后面呢乌拉马来亚啊。虎头蛇尾啊，它几乎我们可以看见呢，什么计划，绝大多数计划呢，都是虎头蛇尾的啊。例如这个我们复苏人生啊，这个复苏人生就是来自大马国家复苏计划吗？虎头蛇尾哦。哎，沙拉瓦，第三阶段啊，到现在，没有消息了啊，到底还有第四？哎，没有消息了，这个国家复苏计划是不是？虎头蛇尾了咯，啊，那还不要紧哦，哎，这个 Ismail 的政府呢，他们这100天呢，啊，在水灾之前呢，就是他的 honeymoon 啊，他的这个蜜月期 honeymoon 100天呢，他们讲他们最大的功劳啊，最伟大的事情啊，就是跟新加坡呢谈了这个 VTL 嘛，啊，这个疫苗接种者免隔离的这个通道嘛，啊，哎，这个计划呢。刚开始也挺成功下的，但是呢，啊，又来犯了这个虎头蛇尾的毛病了。所以啊，跟你讲啊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这个年代，在这个疫情的年代呢，大家做事情啊，永远记得一点啊，就是我们讲人有那种几种人嘛，什么青苹果、红苹果啊，我们讲那个老鹰啊，嗯，所以啊，你本来不是老鹰性格的，你都要变老鹰了。就是总之，他推出什么，马上下去，就像老鹰一样，一看到小鸡，立刻下去够抓上来呀、啊！不可以等的，你不可以犹豫的，你没有等，不可以等的。你看，就很多本来要从新加坡回来大马的这些伟大的这些大马的游子啊，在新加坡工作的啊，哎呀，等一下啦，新年才回来，新年才来，不用回家了，不用回家啊。这样，有些人你看。当时啊，11月29号第一天就回来的人啊，啊，现在他们成功，他们现在又回去新加坡做工了咯，啊，都成功回来了，那现在要等今年呢，嗯，那到时就不给你回了，哎，这个还是真的嘞，啊，所以这个 VTL 计划呢，遇到阻碍了，啊，这样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情况啊，巴拉哈利猫，啊 ，body 布拉。哎呀，所以啊，人家很多游子就想了，哎呀，这个是在做嘛，这个圣诞节啊 ，Happy New Year 啊，要努力做嘛，做一下那个新年 CNY 呢，才回乡啊。现在给你搞一下啊、哦，大多数人都回不来了啊，所以他突然间宣布停止啊、哦，哎，12月23号到1月20号的所有 BTL 的，不管是巴士票还是那个飞机票，通通 stop 停止啊。啊，都没有得买的啊！啊，哎，已经买的不要紧，已经买的照飞照走。哇，这个消息一出呢，昨天这个消息一出呢，引起极大极大的震荡啊！啊那个 AA 线呢也很生气啊！啊，这样子不飞不玩了啦，这个游戏啊！哎呀，人家 AA 线就知道你这个政府啊，长久以来的这个习惯啊！哎呀，这样子不玩了啊！怎么卖呢？啊，所以那个。泰国的那个 VTL 呢，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啊。那新加坡去泰国的那个 VTL，OK，、okay? 所以很多大马游子呢，哇，本来说今年2年了，终于可以回乡过年了，哎，一水之隔啊，都回不了乡了，啊，哎呀，就是为了避免隔离啦，隔离一下10多千马币啊，啊，也就是要 VTL 就便宜很多嘛，就是这样子搞下，现在回不来了，啊。所以呢，人家早知道啊，早知道回乡过圣诞节啊，怎么回乡过年？他就是不喜欢你们回乡过年哦啊，所以那段时间呢，暂时停止了。哎，那么最后还是有好消息的，不然被人骂反了啊。那么明年1月21号开始的那个VTL 呢，配额呢减半，就是本来就是剩下一半的那个。其实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这个政府的那个政策嘛，
你看你一个政策呢，你做下去呢，你都没有 follow up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关键哦，哎，之前讲说印度尼西亚的 VTL 呢，泰勒的 VTL， 泰国的 VTL 呢，越南的 VTL 呢，柬埔寨的 VTL 呢，之前讲说整个东南亚的 VTL 呢，讲到这样多，现在呢，阿里马克巴拉，波蒂乌拉，真的是波蒂乌拉，知道吗？他们啊，哇，南亚蛮有乌拉啊，你看他全部都是这样不了了之了，全部都是虎头蛇尾啊，但是我们看在新加坡的那些情实际的情况吧，新加坡当然有苦衷了，你看那个 VTL 开一下陆路啊，37000人出入境啊，37000人啊，就是原因是因为现在新加坡的疫情好了，他疫情好了，他就不希望这样多人进来啊，这样多人进来呢，他疫情重新升起来啊，你看啊，现在他昨天新增335啊，76宗就是境外输入，所以当中肯定是来自 VTL 啦，当然他现在不公布什么国家啦，以免引起恐慌啦，他不公布呢，我们也大概知道来自什么国家啦，哎呀，就是他回来一下，然后回去新加坡呢，全部都是中的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点到为止啊，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啊，所以整个新加坡现在呢，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奥米克隆很严重啊，70多宗了那个奥米克隆啊，所以这个疫情啊，这没有办法哦，像那个西安呢又封城了、西安2-3年前我还去过的，蛮不错的，一个地方，这应该如果你喜欢这个 heritage 的这个历史古迹旅游的，这个西安是很好的地方，没有办法，西安封城了啊，你看，所以这个疫情呢是没有办法断的。那个美国呢？那个奥米克隆已经50个州了，差不多全境沦陷了吗？还22天吗？所以接下来呢，这个奥米克隆呢会成为美国的那个主流的那个病毒啊，所以整个情况呢一点都不乐观了。对啊，在大马人很惨下的，现在圣诞节很多人就是做了一年了，现在要圣诞节要去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好的去 holiday 一下。现在西马你敢去啊？然后看到一家人去文东啊，整间那个度假屋冲掉啊，整家人30多个人困在山上啊，幸亏没有人死啊。现在西马到处都是淹水了，你去了也是，因为有些路又不能走，去了等在下雨的就不能回家啊，多么危险啊！尤其是那些是山路的那些那天云顶的人就困在半山当中，金马伦就是他土崩哦，文东就跟你讲哦，已经不成那个什么人形了嘛，那个文东淹到啊，然后这个要来吉隆坡玩呢，吉隆坡这个附近雪州啊，你要进都进不来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很糟糕一下的啊，哎呀，所以到这个新年呢，你看本来圣诞节大家应该好好休息放松的，结果又变成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家想回来过新年呢，哎呦，这个票又抢不到票，又没有票了，又不卖了，哎呀，这没办法了。所以最后呢，哎呀，你不想变成那个老鹰，那个是都要变老鹰了。改天有什么东西一推出啊，记得老鹰啊，马上二话不说下去抓了人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没有机会的。OK， 好，暂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。